嗨。我们没有等你，先去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早啊。没有，就觉得你们真的，我们真的太不容易了。太不容易。你的脚皮还好吗？你的脚皮还好吗？哦吼！哦吼！你还好吗？没有沾到水。你们还好吧？我反正头现在已经不听使唤了。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干嘛，说实话。来来来，我们先为了这么不容易的水舞台，真的不容易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收工收工了，一起火锅吧。哇，真的。除了水舞台、火舞台，还想玩什么舞台？雷啊，那个风雨雷。电呢？电可以。静电，就是那个电可以在外面，就是比方说我们一触碰那个墙壁就有电磁。那样的话蛮酷的，求你适可而止，真的。没有，我们是四大元素，然后风火雷电土，还有沙呀沙子。好，一星哥就是电。你不在的时候，刚才他们商量把火元素给你，太感谢，不用，不用感。我觉得这么重要的环节还是汉良哥这是。我觉得蹦床也可以了。哦，蹦床，蹦床可以，蹦床。蹦床，你会蹦床吗？比水好多了。你会吗？我不会。如果有蹦床的话，我就先举白旗了。嗨，因为我的腰啊，它有那个腰间盘突出，如果你去顶那个的话，会有危险，就不敢蹦。但它不是顶啊，它是。对，它就是那个压一下要起来，压一下也行，压一下。所以我们没有打算用蹦床，威亚秀。哎。哎，这可以啊，威亚好玩啊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一模一样都可以，什么水啊、火啊、威亚。下一句我们是火舞台，穿上那个蛙哥演戏应该知道。防火衣，对，哇，那帅啊，可以啊，我觉得蹦床也可以啊，吊那个威亚秀。哎，这可以啊。哎，能不能在平地跳？哎，真的威亚很酷的。Chris Brown 有一次演出，就是在前面哦，后舞台，颁奖典礼。对对对，白色的。对对对对，那个西装，哇，吊威亚翻过去，飞过去，然后再跳再回来，哇，那个真的超帅。我觉得录完这个节目，人生什么难关都可以熬得过去，熬得过去。练自己在困难的时候怎么去解决，都不叫事儿了。我觉得全球都没有一个节目是这样。